啊 ，B 到底是怎么打的、啊？是一种智慧，应该这样点吧，没什么好改。先把 N 跟 B 手势。露露符文哪一页啊？哎呀呵，巴德那一页吧。我玩露露都是喜欢带攻速，通常两种啦，就是你带攻速就是一直平 A，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带魔穿的，你就是用技能打这样子。带雷子好了，垃圾脚。雷子嘞？光头，你开门了吗？开了。要按很大力。这样就叫逼的，没错。我以为只要轻轻按就好，我想说轻轻按怎么感觉好像都没有。金がないなら血で払ってもらおう。我把他碾死。不是、啊，对我来讲，你只能是真灵啊，这是我唯一赢的机会。你这是我唯一赢的机会，你是真灵。我们今天就不要开太晚，然后我明天晚上开，因为我们公司放假了。好不好？今天不要开太晚，其实我今天有点累了。我今天早上九点起床啊，去公司面试，下午又去厂商那边开会。啊！我明天睡饱，然后再回来，再起来开台。就他妈在开，我也不跟我讲，不知道喝。来啊！那个脸怎么那么鸡掰？我跟你说，来干！我跟你说，来喝！我跟你说，来的晚了。先开春啊！我跟你说，干！说什么？董事长，我跟你说，董事长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现在才出？我们等下录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新年那个、哦，对，你就分开录就好了。我他妈现在他妈长得跟鬼一样，我操哎！你这他妈的，回家睡觉嘛，然后头发爆，就自己就你拍你的，我拍我的，不行吗？我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拍，然后放。隔壁刚有拍一个32人官方的，对啊，他们不是有拍吗？啊，我明天再传给 C 一个。你觉得要两个分开拍？他们应该有办法，也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吧。我感觉就一个画面，然后我们就一段这样结束。你自己看记录哦。也是可以啊，对啊，也是可以、啊，行吧，都行，好吧，都好，行。干，我也不想信度很低啊。哎、准备要喝，没有要喝，我要走了。我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那边是？你几点开啊？我跟你说，大概开一个半小时左右，一个半小时。我听不懂这逻辑啊！啊，林北又练台啦！不许！那你要不要？那你等一下不要来。变瘦了，斗内给你。我可以边玩边跟你喝几杯啊，反正目标就不是我啊。同伴，而且我刚好是。哎，你怎么都拿回来？变瘦没有？逆转，我拿回来。三点你老没有变瘦啊？你错觉啦，姐姐。我又不是他妈跳伞，就是我盯住了。努努嘞，到了。好啊，所以我只能说，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时间，早就想逆转，我是故意让你们。找个帅的，继续。对，我第一天都养眼红人，我中间还布局，我故意叫猎人出来跟那个。我想不要再点了，因为我们这场没有点了。不中，再点了比较好。干你们这些垃圾！是人狼啊，人狼哦，对啊，网页版的，你有玩过吗？玩过人狼，玩过人狼，然后不是网页版的，我是玩手桌游的，桌游的人狼怎么玩啊？狼人之春嘛，是吗？没有，没手了。哎，桌游的人狼叫狼人之春吗？狼人村嘛，人狼村，人狼村还是什么？真的，你这不是 gay gay 的阿森吗？你这边说我 gay 的，就你最 gay。阿森说他有玩过桌游，买很多，你们家都上来了，不要闹了，上去喝是不是？对啊。可是阿森桌游版的不能这么多人玩，白痴游戏崩溃。你是多少人？这里是20，我桌游版没有办法吗？是多人的，12人，爆头帅哥，12人，我记得。咋的耶？为什么游戏崩溃啊？一选农奴就游戏崩溃，12人，然后有很多的职业，你不喝就一人他妈。你是用压替耶？我觉得超好用的。这很好用啊！它太大一只了。你们今天那个节目是谁弄的？就我们自己无聊开始控制的。是那个猎人跟我投七发的局吧？还不错啊！我看你们还有做 banner。
有人帮忙在后面控啊，不然那个太难做了。欸、你要不要叫大家就是那他们都粉丝团 tag 一下，谁就 po 一下影片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让我们自己去发想啊。只有懒猫有发而已。哦，懒猫乖乖，你让那个 Sally 去处理。你那个群组里面叫 Sally 做这件事情一下，虽然他妈都过年了，还叫人家工作，真的是有够不道德的。SCOM 最好，轻松获胜，好不好？你的人生就只有获胜跟失败，要杀根蟑螂，创一个，没有什么险胜、大胜这种东西啊。不是啊，这是那个啦。找到就很废哦。那个泫雅，我桌布泫雅。简单，说好用。你们看到的实况上面画面的桌布是我帮你们放的桌布，可是我自己游戏上面画，我自己电脑里面的桌布就是泫雅。没在跟你演的啦。青蛙不是狼吧？青蛙不是狼吧？喂，那你也是蛮衰小啊，青蛙。冠老板没有啦。哎呀，我们工作是责任制啦。这进之前就已经沟通好了，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。而且讲难听点，对我来讲，经纪人就是没有在放假的、喔。艺人要工作，经纪人就没在放假了。你怎么玩你自己啊？啊？努努被 buff 啊！我想试试看他能不能玩啊？那我不知道 buff 了什么，我最近都没玩。他的E被改啊，耗魔变低，然后那个冷却变短。耗魔其实是变低了，变低很多。他一等以前90，超扯。你觉得努努有变很猛吗？我觉得我没有，我现在玩第一场啊，搞不好等一下30分钟过来，你就会问我，就会骂你那样干你老子烂角色，对啊，我是不期待他会变多猛啊。这个战术不是建立在他的狂人没有乱搞啊，这個、狂人要很聪明哎、欸，狂人要一出一看到哎，刚、欸、我组织出单，我已经他妈的不知道多久没看你坐在这位置上了。哦，拜托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了。不是、啊，没有，就是你看到场上有两张出来，我你就马上去走。我在连接力。这个时况我已经车还没到，可能一个月就他妈的没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过了。我觉得狂的正确玩法应该是三狼场，他就一定要先等一下他的组织要不要出啊？那耐得力哦。他组织出以后你就，感觉这 AD 有点推太快了，这兵线其实不好。对啊，兵线糟。这兵线超危险的，他推太快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每次都这么晚出来。不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感觉是我第一回合有问题、欸，我第一回合有问就有问啊，我说为什么16人场3狼、啊，然后他说他双爆开一局，只有两张的局，而且没红米。妈的，我把电脑关了。怪啦！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是不是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几率实在太小了。我就以为这三个狼都没打算出来。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江哥最容易gank的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到底是他特工还是他？我想要把他推进去一点。我第二天就有问啊，是零，然后你看到那个是狼的话，就不要出来，然后是特工，已经最歪。但即使这样，我还是觉得是狂人特工，我不是狼，已经顶操。没有记住哎。这。决定者这职业太强了，是决定者逆转。没办法，那真灵在我真詹面前，你只能是狼。把这个河蟹赶过去。确定一下奈德利的位置再说。奈德利中路。我刚刚当占卜者，占卜的时候，我第一天晚上都在想说，我操，我又是占卜，来看我神占吧。然后人挡钩，没事没事。我说我操。我有烟，我打哪？我到线。
我说沾都是人，嘎！我没有闪哦，而且我沾的人，我沾的人都不能跟我连线，每一个沾完都死，当场就死。我还没有跟他讲到一句话，我抓、欸、这位置有点危险。干，你是死人！天哪！这个兵线其实怎么每次都是这么他妈什么鬼位置啊？这路线怎么感觉没什么想要拉回来的意思啊？在下装海的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16人。这路线真的没有想要把兵线拉回来的意思、欸，他总是推得很尴尬。别再推了啦！他真的很爱普攻，你知道？各位打下路的人，好吧 ？AD 绝对不要一直没事，有事没事就普攻，普攻真的没办法帮助你什么。你真的是要靠那个什么吸血吗？不是吧？就是不是你绝对不是靠那个什么多兰剑在那边吸血啦。他这个6%，他这3%，你普攻一下几滴？60滴了不起？你这3%吸几滴？1.8滴。这就不是在吸血了，就是兵线要稍微拉回来再普攻就好了，就不急着这一刻，好不好？共勉之，好不好？这个兵线拉过来就多安全，而且我还可以制造这种 gank 的机会，老是压在人家塔前，就不是一个好方法啊。你说为什么要拉回来？拉回来就兵线安全啊，然后你可以帮 jungle 制造 gank 的机会啊。那你刚刚说回血是怎样？回血是他妈很多 AD 就是以为在那边普攻就一直吸血吸血吸血很爽这样子。格劳利，格劳利。有没有？这个兵线还这样子一直拉回来，有没有？完美！你看，压力在对面这吗？压力在对方那边，不是在我们这边的，有没有？他这样子不断的被我们骚扰，不断的被骚扰，有没有？我真是丢到他的吗？他都要哭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个装也是，是最凶的，又是一个十字刷法。这个瑟雷西真的也是够狂的。看得到，你这是放炮被打死，他怎么会看不到？你不要吃普拿等啊！没事，他放这个位置，没事没事，在等你啊！你看他现在叫了这个 jungle 过来帮忙 cover 了吧，帮忙推线。你看，我们这压力就制造出来了。这件事情没有做了什么，就是兵线冻住，好不好？好像需要一些油。这个不大妙，这个不要去吃比较好。啊，我说我不是他，他可以吃，当然可以吃。不要！怎么还有飞丝啊？这真的是神经病，他真的也是神经病。我跟你说，他抢他也爽，我真的也是看不懂。油不够多，一批没大，所以我在塔下其实会被带服的。可是，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？退后命定，因为奈德利没有在线上露头，然后我这边其实有被看到，然后我们趁着这边安全的时候再走。你要玩到一半啊！然后把这兵线给收好。OK，perfect。没意外，应该就这样买了。真心不解啊！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？我这辈子唯一只有被闪到一次，就唯一的一个，就唯一一次。我说在教堂，然后有人丢，这兵线还行。丢往教堂里面丢，然后就死。这可以冻在这边很久。秒那个。真是没被丢过。
升职就很烂。我感觉魔力好像还是不大够，还是我 W 按太烂了。妈的，那边给小。我没玩过射雷是不是？两个。你感觉他可以再打凶一点点？反正我一定帮他挡到勾。就这件事情，就是就算他不勾我，我也会吃到。Taiwan number one。在开我玩笑。大陆人。这一打一打起来真的没道理输啦，二打二啦，讲错了。不是，你丢歪了。第一场就要拿第一了吧？不是，你丢对，但是你没有车。他们应该，好换掉，没事。没沟通好，这个我应该是一定，我们应该是一定可以带服的。我们把直接买起来，不要买红的。不要买水。没有了。这角色一定不能出双后、啊，出双后干嘛？你出这个没有意义。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很会追击、很会缓速的单位了，就是你不需要加强你这个方面。你就是尽量越坦越好。上他知道江国在这边，所以他也不想来跟我碰撞。干！我们 up 了，我们打。干！被偷袭。红线。小心射雷器跑线就好了。我们这边有眼。好，现在没动，我让你交往前。他应该去吃东西嘛，吃那个石头。这么拽啊、喔！我们打应该是不会输的，这应该是没道理。哈哈，他还是被炸到，我笑了。我吃一个，我也是，啊，刚跑了老半天还是被炸到，也太扯了吧！你看我追奈德利，真的是很扯。真的很扯，我应该是一个人可以把他打死。我真的是没在怕的，帮顶个，谢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有飞尸？哈哈哈哈哈！干不？飞尸，奈德利都我现在关键就是我要把我回魔撑起来，所以我一定要买这种魔力装，或者是买这种装备。所以其实你打周 Q， 我觉得啊，最好的装备应该是这个了，就这个了。你知道我要出什么的？刚刚日文的笑真的很靠北。
哇！我以为我被勾了。嗨！妈的！嗨！啊！彪！有吗？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很抗耐德力，这耐德力要怎么跑？那哈哈哈哈！定勾啦，没差了。把那个 ROA 什么的出起来，反正这个角色回魔，我觉得他不要买回魔，他去买那种撑最大魔力的，所以要我的话应该会这样买吧。感觉，当然这个其实你不可能在比赛这样出，就是你玩一个辅助，然后出催化神石，然后再出 ROA， 就是没关系，反正他的 solo Q， 对，就这样游戏很有可能打得很久。进了进了，抓！那个伊泽瑞尔跟瑟雷西在下路，瑟雷西还好，我们就在那边耍白目。基本上，对面这个组合啊，你有闪现，你一定不会死。可是我现在没闪现，就是有机会死掉掉。可是这个角色保牌真的是，他没有那么及时，像珍娜一样保牌那么这么的，就是瞬间刺客冲牌，然后你可以把他丢歪。可是他的拖延战场能力很强，所以像这种 poke 阵，其实你配努努不差。比如说我们中路是法洛斯，你只要去缓速到一个正面的目标，然后。一直不断的把你的 poke 的角色帮加速，他其实很难被开到。当然，如果他自己傻逼，那就另外一回事。对方应该……哦，我死了，回家转身交闪。狙倒，没关系，这好像还行。这波是我不小心被勾到，我自己发起。我们先吐一个冰球往后拉。不过。就算这样子，感觉还是屌虐。好，我们现在没闪现，也不要那么白目。我们刚站太前面了。欸，他们看到路线了，很久了。我刚刚太白目了。欸，你怎么一直吃到 poke 啊？啊，超塞了。他应该会跳，点烂。帮个！哎，帮我！啊！死去！出了一个 CDR， 努努 CDR 其实不用撑到40，因为。他的冰球缓速是几秒？2秒，就是你可以不用无间断啊。欸，他最关键，他是要缓攻速，他其实跑速倒还好。当然追击的时候缓跑速很重要。上塔掉，所以我们拿龙，而且下塔应该
我们这个塔是刚好额外在人家塔前 poke 拿到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去吃。哎，沾点。哦呦呦呦，这个东西可以去吃那个元素生物。元素生物是什么？它可以增加那个生命值，这个吧。这个他妈是元素生物。连起。不是，这石头人现在不是元素生物。我忘记他现在好像有点改。元素生物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看。妈的，各种石。不对，这也不是。妈的，元素生物。出来，给我吃。完了！我走错路了。我太白目了。找我的东西。最核心是元素生物吗？是，不是元素生物就大怪啊，大 buff 了。我刚刚想起来，刚刚聊天在讲，我才想起来。我们现在这个剩上路 Y2 塔，所以其实应该是要去推这个的。不过看起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要屌的意思。蚊子 ，go。把这边直眼擦一下，然后他们现在应该会过来，然后我们把眼睛稍微擦一下，这边可以开啊，这边可以开。好，对方直接交一个闪，这好像开不大到。好，下路兵线好，我们可以去踹踹看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没有大局。可以打哦，慢慢来。我们去推上路吧，我们被 poke 的有点太多了。我刚刚那个塔前吃到那个，不是塔前，这好像可以守住。应该守得住吧。哦，没有，这边没打，好走。你可以稍微摆一点。哇，被顶到。我鸟，哎呦，就我没杀死哎、欸，法洛斯好像惊人的，不是法洛斯啊，菲斯。那你这种追击 GP 其实有点难发挥，他筒子跟不上来。他其实有点危险，他的位置，我感觉要死。快逃啊！差多少魔剑？我们可以等他魔剑出来的时候再做集结。现在好像打不大赢，那个 EZ 的魔剑比他出的还快。
敲敲敲敲敲。我还打了个嗝。不是吧？被上一期的钩子抢走啦、啊？没有啊，其他旁边应该有人。不至于被他钩子抢走。我等我。这边可以开22秒，20秒，20秒八龙，不小龙。我们帮路线加速就可以了。他好像集中欸，集中的话 GP 大绝直接开啊、嗯、他们应该想集中。来来来来来，别别别别再吃饭。哇，雷克萨那么狂哦、啊、对啊对啊，我感觉路线要没血啦。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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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一走呗。这路线怎么走一走就没血、啊？感觉奈德利。OK 的 ，OK 的。这一波，我要 check 一下小龙、八龙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我不要。都是给我一些过期的箱子，不就？拿枪？没事没事，想想八龙就好了。他们吃很快，他们有奈德利、有菲斯、有特朗德，他们吃很快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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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、被鱼到了，哇、哦、没关系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三速血吸走很快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哇还这样子，往前压，丢一个冰球。走、啊，八龙八龙。走吧走吧走吧。他应该走飞驰过来。好、哦、像还是他家吃货，他们 EZ 跟那个怎么都在下路啊？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慢慢来，走吧走吧，吃到鱼也没差，继续缓，走吧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啊啊！抱歉，啊算了，我缓到了。应该 GG 啊，他们好像剩两个 carry， 可是我们这边四个人血很多，这可以直接 GG 吧？怎么跑去破下路了？啊完了，感觉我们要被逆转了。哇，伊泽瑞尔射了一个 Q， 射了一个 Q， 再打了一下普攻，GG， 谢谢订阅 ，Robino。感觉努努还行啊，可是感觉跟对面下路没有很会玩有关，不然感觉那射击应该可以把我们下路打爆，没有道理会输。
这角色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技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，但他 Q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如果 你要玩辅助的话 ，Q 就是废物，他 Q 就是设计来给 jungle 用的。可是这游戏感觉你，哇操嘞，我八七耶！这游戏感觉你设计一个技能专门给 jungle 用的，也是有点废。哎，你说我伤害低，其实你看一下这场，我伤害好像也不怎么低啊。我伤害真的也是颇猛啊，但跟我出 ROA 有关系。可是用逻辑的无线耳机，我队友在干嘛？那个收音真的很差，所以我就自己买了麦克风。哎，他们上路怎么都废啊？甚至才打五千，打比 support 还低。怎么整？好啦，我先关台，我明天。明天大概也是差不多晚上才开。明天有比赛吗？明天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就是大家看完比赛以后我们开吧，好不好？